各位美丽佳人 TV 的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Lobster Bar 的行政主厨 Philip， 今天为大家带来四道情人节特别的料理。第一道松露螃蟹炒蛋，第二道法式蛋卷龙虾汤，第三道炭烤小章鱼蔬菜沙拉，第四道海鲜农夫派。可以在家跟着我一起做，也可以来我们店里享用这难忘的情人节餐。